哥大哥大哥，你不明白，嘿，陈汉典没有做过好事情，观众对他的全部了解呀，全部他都在207。带妹妹到房间去，那个房间的称号是207。对，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样呀？上次我也住207。讲一个让你们起鸡毛皮的，你的你自己的，不不鸡母皮的，给不赔了，鸡毛皮。他当年呢、啊，差不多40-50年前呢、啊，一场秀就要台币80万。40-50年的80万，那个时候一碗阳春面，阳春面那个时候没有在卖阳春面啊，连阳春面还没发明，那我们怎么一碗大概5毛钱？五毛对80万。那等于是一场等于超级亿台币。大哥，那后来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只谈开始，不谈结果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谈结果，不谈结果。不，像我这十几年来，我在家里面没有出来，我觉得是浪费资源。浪费嘛，是吧？你要今天出来，今天我出来是。如果说我还能够带欢乐给大家的话，那就是功德，废物利用嘛。你这样讲，资源回收了，什么什么废物利用，资源回收，对，乱讲乱来。汉典，你讲这个应该怎么形容？应该叫恶性循环。对对啊，不是，你别听他们乱说。良性竞争，大哥，但是你要出来才行。我跟你讲，你在唱，我还在底下唱过和声。但是我是帮别人和的，是，我知道。你还能唱《瓜牛与黄鹂鸟》？那个时候我们叹惊为天人，怎么会开发出来一个自己太厉害了？对，然后就在那里随便唱 rap， 第一个。这位朋友，我谢谢你。Yeah. 今天张迪他在这里，是真的。讲到这即兴歌的发源者呀，原来就是张迪他自己。大哥，你要接下去， yeah. 后面我们是不会押韵。Yeah. 你若不出来唱个两句呀、啊， yeah. 刷面会很难受。长得丑又没有才艺，你们实在是了不起。哎呀，别这么说，还能把这黄鹂鸟来接下去。哎、今天那钟仙你很好呀，哎、没有把我唱的是了不起。汉典、哎、没想到也看见你。是不是你也能够唱几句，让这个黄鹂鸟会圆满呀，四个人统统都连下去。嘿，大哥，你不明白，嘿，陈汉典没有做过好事情，观众对他的全部了解呀，全部他都在207。坦白地告诉你，你侮辱那汉典是不可以。我看到他表演是最好呀，一会儿是男来是一会儿女，人家那主角都在面前，汉典他永远到后面去，就好像刚刚他要唱歌呀，又被我抢着唱几句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别生气，这个好了。这一首播啊，你都没唱到的。哎，来来，可以唱哦。算了。这个什么是207啊？我们不太懂。207的。207啊。就是。说好不讲了。就。207，当事人来。你自己讲，你讲，我们不想讲。怎么？跟大家解释一下哦。韩爹呀，韩爹，别着急，你要唱，我就让你唱几句。现在我们大家都站旁边呀，韩爹，一切都要看你。仙哥，我们说好了，不是说不要再提207，你现在又拿出来提呀，等于是在炒冷饭。其实207这件事情，原因它很简单，就是这样的。原来有狗仔拍到他去207呀，带这一位可爱妹妹去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人家都以为我去休息，其实我要告诉你，我是去赚钱的。其实
是去赚钱。不知道总嫌我问你，妈妈呢？妈妈呢？还有，什么是二零七？但是你听我说，用讲的讲不清楚，我现在带你去。大哥离开这个话题，现在已经忘记了，离开这个话题，知道了就知道。对啊，现在连北京回来的也都知道。对，他是两年前带女朋友去，他带妹去开房间被狗仔队拍到。懂了懂了。原来你带妹妹到房间去，那个房间的称号是207。对。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样呀？上次我也住207。哥长哥哥，太可爱，太厉害了，太感动，而且我们心里面是真的感动，这国宝级的人物啊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们大哥盲肠还可以，你唱有办法8月7号撑一场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想你那两张票退掉算了，自己经营客人退票，给你个机会让你退票，那他那个票抢都抢不来，你不要以为只有江蕙在抢票啊，大哥走红的歌啊，那。多如牛毛，对不对？瓜鸟与黄鹂鸟，毛毛哥最屌的是毛毛哥，哇，那个歌当什么毛都可以唱。对对，好吧，那我就唱首歌吧，带来一首。那我就唱一首唱片的歌吧。好，你唱片自己的歌，这个歌当年还真的很感人，歌词写的真好，一定是阁下自己写的。这个唱片的歌，好，我在电视面前只唱过一次，只唱过一次，珍贵啊，那都是新歌，我自己也都忘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应该有大字报吧？我想想看，大海还能够他有哪一首歌需要背歌词的？对啊，他都是现场写啊，不行，现场就写了嘛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先来试试看。啊，来，一起带来这首《甘草张帝》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，你们是快歌哎。出自草药店，大名登上药经典，只要小小两三片，那不怕药苦似黄连。甘草，只要小小那两三片，不怕药苦似黄连。别看我长相不惊艳，也没经过三宝殿，可别遇上我甘草仙，包你欢乐一年年。甘草，可别遇上我甘草仙，包你欢乐一年年。甘草不是什么燕丹，药汤要是没有它，苦难入口怎么办？甘草仙，草仙不是什么神仙，人间要是有了它，愉快欢乐一年年。甘草出自草药店，大名当上了药经店，只要小小的两三片，不把药苦似黄连。甘草的行止真的让我们啊，这个可以说叹为观止，没有高山安可，没有真的感动，对不对？感动开心。当我们70几岁的时候还能像人家唱唱，很棒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给大哥送水，来来来，送水送水，大哥来，先休一下。